多余火，真爱第一个征兆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也是胆怯，这是我多年的经验。胆怯吗？是瘦是瘦，也该瘦也该瘦。哎呦我。紫玉水果，哦，好好，谢谢。哦，这个真好，这个真好，谢谢。这很感谢各位啊，我们老说，演员没那么大能耐，你买票就可以了。而且这回好多可能还是啊买黄牛票的，听说。然后您。来就来了啊！既然都花了票钱了，每回然后让您货币买东西，演员心里挺过意不去。其实你买东西，你不如买钱就直接给我。这你看这东西啊，这东西一上来就是能回想起好多事儿，这个东西都闹不笑。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就是六月份说这话的人时候来的观众。这个六月份啊，那时候在这说，六月份在这说，那时候也是每回一上台啊，观众好多东西，连现在还好一点的《黄龙玩具》没那么多啊。当年那时候熊猫、鳄鱼啊，什么都有，各种那种礼物都有。然后这个一开始我来这个剧场啊，我还不是开车。我有时打车来，因为这个大栅栏街区啊不好停车。到最后为什么逼着开车来的呢？就是观众送的东西太多了，我每回必须得驮回去。我还怎么说呢，我还不上个助理，你知道吗？咱还没有那么大身份说上个助理。因为那个后来尹航也跟我说，我说不行，找个人帮你拿一下，我说不用了，这个自个儿拿吧。我拎着一堆毛绒玩具从这个街区就往外走，你知道吧？这特尴尬，那特别多，每回那今天这我一人绝对拎不了。我给你当助理。哎，好。有一回我忘了是倒数第二回还是倒数第三回，我这个把这东西还得把这袋儿都分分，都拿着拿不了，把什么鳄鱼、河马这些毛绒玩具就得分的这东西外边。那个玩具就都淡了呢，你知道吗？鳄鱼就全都淡了，就在这座外边。我从这街区一出去啊，从这后门往街区外一走，我不能说我是一个说特别知名的啊什么大明星什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大栅栏这边它还是商业街区，有的时候难免有我们德云社的观众啊容易认出来。我就戴一帽子，我把帽子有时候压得低一点，可能有观众看见过。我拎着，我演一下，我就拎着这个，我拎着东西从这个街区里边就，他不敢抬头，你知道吗？就是怕认出来。你琢磨这场景啊，因为我一看见我能回忆起来，我一个这个年龄的男同志啊，拎着两兜这个毛绒玩具，关键这东西没有一个是老爷们买的东西。这走着街区，有人就看你，你知道吧？第二回就闹了一笑话。你们要是从那个电梯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车来把车放在那个地下三层那地库的。啊，肯定有，对对，放在北京网地库。北京网地库那儿上了有一个电梯，知道吧？那电梯是上三楼，那个地库是负二，有一层负一，有一个一楼。我就拎这东西就等那电梯，那东西怎么电梯？等电梯又是仨人，有一个可能我估计年龄跟我差不多，有一大哥，
啊，他站这个电梯最这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年龄可能估计跟各位差不多，啊，大学嘛，20多岁，打扮挺时髦啊，反正人家这穿的，因为我没敢抬头，我净看人腿了，我低着头嘛，对不对？反正挺时髦，那夏天嘛还是，啊，人家背一个什么那个，反正带那种小毛绒玩具那个书包，我忘了，兔子什么，拿一那个手机也是什么那个，我不是布朗熊什么那个，拿手机。你琢磨这状态啊，这是站一个这个大哥，这小女孩她还没包，反正拿手机，我拎一堆毛绒玩具，我在这里。这个大哥就误会了。就特别像两口子逛街的，你知道吧？你跟我看我也像，你看小姑娘，一看你，哎呦我，啊，你要我看我也像，对不对呢？但关键我拿的东西没一个像我买的，然后赶错了，这电梯就开了，电梯开了呢，有容那个地下车不上来的人，他往外走。往外走，有时候你赶上过这问题，他往外走，走的人一多呀，那电梯门就走关。那个人还刚走完，那电梯门咔就关了。我在边上，我就拿这胳膊呀，我就扛了一下，别让那电梯关上。我就礼节性的，我说我扛一下，我那意思，说你先进吧。我就跟那女孩说你先进。这女孩一点没客气，拿着手机，拿进去了。这就更容易产生误会了，就坚定了这个大哥认为我们俩肯定是一对儿，你知道吧？进这电梯以后呢，这大哥就守着这个按钮这点儿，他负两层啊，先到负一，再到负二，到负一咔这门开了，这女孩她可能是到负一有事儿，从这电梯一开就出去了，这大哥摁着这开呀，这手不了。他一摁一刹那我就明白了，你知道吧？我这一看，我也别这也没解释，我特别尴尬，我两秒钟得有两秒钟，这大哥就明白了，明白了，他也挺尴尬，他得先得关，这就关上了。等关上以后往地库走，这大哥就看了。给你自个儿买的。这后来我就特意我给拿个大包，我起码把这些玩具呀、女士的这个东西啊，我得塞得严实一点。真的，这都好多您好，您尤其我说这刘化前也是，我说过一个什么这个，过去捧角的把这个什么。东西放手绢里往上扔啊，打那以后每回都有手绢，这东西我们家攒好多女孩的手绢，然后我妈上我那儿去都琢磨，你知道吗？我说我们老太太上我们家，我这屋里除了毛绒玩具就是手绢，哎，然后还有摩托车的这个头盔，还有机车服，然后我妈就觉得我是不是人格有点分裂，这挺有意思。这都是演员啊，其实真是这样，好多现在我们的演员说实话不注重啊从生活当中积累素材积累包袱。其实过去马季先生啊，包括我们侯大师啊，反复的跟演员说，演员干到最后，尤其我们这行，您记住，所有的素材所有的包袱其实都是生活里边来的。你看他转的那些东西啊，我们叫转着呢，或者说琢磨的东西，你听有的就是在家生编乱造，那个就是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经不起时间的推敲，时间长了你发现能留在舞台上的都是那些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们所谓的比较高级的幽默，不是滑稽啊。现在好多相声我觉得卖弄的是滑稽，滑稽跟幽默是两回事，现在滑稽太多了，没有幽默。您怎么区分滑稽跟幽默啊？我教您一个主意啊，滑稽就是卖弄愚蠢，幽默卖弄的是智慧，您就这么想。我就看哪个演员在台上卖弄愚蠢，那就不是高级的幽默。啊，今天这个唱戏的声还真大。我
没想到，为什么呢？这个我也事先跟您各位解释一下，这个原先啊，我们想订这封箱啊，就是下午我跟李云天还有九春我们几个人在这干。后来呢，我把这个帖子发出去以后呢，我师傅就跟我说了一声，说你这个就不能这样啊，说可能是观众对这个期待比较大，就是不管怎么说，你这个宣了那么长时间了啊，你要是说实话就说个那么一个钟头，这个有点不老合适的，你这一开箱就封箱，这不行。然后后来说就得了吧，就改成晚上，改成晚上。本来已经知道楼下陶阳唱这个戏了，知道唱这个戏了，然后我们就考虑到会有这个干扰，但是后来也不好改了。为什么呢？我之前写了这个十九号了，然后我听说一有的观众啊，听我写十九号，人就把票就定了，把那个交通票就定了。你要我因为这个把时间改了，对不对？人是早来了，你因为你这个人在北京再多花一天酒店钱，那这个不应该，没有这道理。后来我说那就晚上吧，晚上，然后可能会有影响，我尽量大点声。我现在说话后面能听见吧？啊，这都听不见啊！我说话音量这么小吗？我这个跟各位也说啊，我这个可能你要看我以前的录音也有感觉，我这两天说话鼻音确实越来越重。为什么呢？我这个鼻腔里有一个息肉，我跟您这儿实说，然后这个也是各种原因吧，一直也没做，所以我这个声音越来越沉。鼻音也重，赶上这个北京雾霾有这个有问题啊，我这个咽炎还老犯。我们这行就是这样，所有好多我们的演员，一到这个季节，您老觉得说相声的一动嘴，好家伙，钱就来了，没有那么容易啊。您这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真的。我们赶上咽炎犯的时候，你到这个季节，我们早上起来要刷牙、洗脸、漱口，我们跟那洗手池边上那干呕好长时间呢，每人都咽炎。我早上起来。我们就是这个呕啊，它这个咽部肿胀啊，我这全天吐的痰都是血，这常年有咽炎。开这书啊，我的师傅跟我们的德云社，这时间就不短了啊，我尽量给您多说，尽量多说啊，因为毕竟确实说的机会也不多。这个一月份啊，一到一月份我们就。非常兴奋啊！一到一月份就兴奋，因为为什么呢？赶上好多纪念的日子都在一月份。你看我师傅过生日，昨天我师傅是啊，公历的生日1月18号。其实也对，其实你看我要是不说刘汉臣，就是说我师傅这还真对。你看昨天是1月18号，刘汉臣是1927年1月18号被枪毙，真的。真的是真事儿，刘汉臣1927年1月18号被楚玉虎枪毙了。哎，我师父是1973年1月18号出生的。昨天是刘汉臣逝世92周年，然后昨天是我师父46过生日，所以你看，哎，这个起点，刘汉臣走了，我师父来正好。而且于老师啊，1月24号过生日也在这儿。然后这个你看我跟大林合作啊，1月25号也是在一月份，包括我第一回上台就是2007年1月13号在这个对过古堡会馆，那是我第一回登台，那说一群口相声，晚上2场3场。这个你先提起这事儿来，就是好多很感慨，我这个从艺时间说实话比好多的我们这些师兄弟儿要晚，很晚。你想我到德云社，我那年我已经25岁了，我今年才27，就已经25岁了。我们当年德云社招生那个年龄就卡到25岁，就卡到25岁。我当时其实刚干这工作的时候啊，家里边包括朋友啊，其实很多人都阻拦我，就说你这个年龄太偏大了。你这个从小没有接受过太系统的基本功训练，你25岁你已经上班了，有工作了。我们现在好多主力演员离25岁差的也很远，对不对？但其实我还真不是说后来上了大学改喜欢这个，还真不是。
我小学三年级，各位，我小学三年级北京市文艺汇演，我就是曲艺类一等奖。一查北京市春芽杯，小学三年级啊，你听着就是八十年代竞赛的名字，春芽杯、春雷杯、春这个杯、春那个杯。我自个儿写的相声，小学三年级我是一等奖，单口啊，不是对口，一等奖，我是曲艺类一等奖。我才评的市三好，保送的重点中学。因为那时候有规定，全国评奖要前三名，北京市奖要第一名，你看你有资格评这个特长生啊。所以我小时候接触这个行业，接触这个工作其实很早很早。包括我上大学，我上高中那会儿，我跟现在跟我师父这一伐的好多曲艺的名家呀啊，包括我们这儿过去的一些人，其实都有交集啊，都认识。后来为什么我说这个书呢，也有这个原因。我为什么后来没走上这个行业，实话实说跟您各位说，就因为我数理化太好了。这真的真的真的，好家伙，我们那个年代，我高考一模你考500多分，你跟家里说你想学艺术，家长把你腿打折了。我们那个年代你都是数学不好才考这个艺术类院校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啊。当年数学不要求嘛，你有这个意识都不行，还甭说家长了，你要敢提这个要求，说你有这个考一本的能力，你敢报艺术的院校，你班主任上你们家坐你们家不走。真的，那个年代坐你们家不走。后来就没从事这工作，但后来大了以后嘛，然后包括后来跟我师父在接触，其实我跟我师父认识很早，我师父火之前红之前也接触过，因为那时候这个圈子就很少。像是红以前火以前2006年以前，您记住北京市所有就像我师父这个年龄段说相声的，一个手指头掰得出来，就这么多人。你现在电视上啊，不是一个手指头电视，一双手掰得出来，就这些人啊。然后后来再接触这个行业在干，所以你看2007年我在那儿登台说相声的时候，我就是也挺感慨啊。从小喜欢这么多年，后来甭管是几经辗转啊，因为各种原因吧，能登台又干起来了，我觉得对自个儿也是个交代。我觉得人这一辈子，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是什么呢，我觉得各位也是，人这一辈子最最值钱的是什么呀，最值钱的是成全自己。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成全这句话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人这一辈子最值钱的是成全自己。我1月份在那登台，我当时12年前我印象特别深，我从台上下来以后，我就想，我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说评书，哎，那就再好不过了。反正各种原因吧，你甭管是说我师父教，还是舞台实践机会啊，现在能有这个机会坐在这个舞台上，能给大家奉献表演，我觉得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后来在想这个事儿，我觉得好多事儿你想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会支持你。我从说相声到说评书，我周围没有一个人支持我，我妈就从来没有认为我们家可以干曲艺这行业的，我妈到今天都不相信我能说评书这个事儿。所以就是真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儿都是这样，所有质疑你的人，各位，远没有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有什么理想有什么志向的话，如果从明天开始做，其实一点都不晚。我改行几次，其实在行业来说年龄都很大了，非常晚了已经，但其实不晚，你要想做什么时间都不晚。晚上说其实也好，其实现在你看北京的书馆茶园啊，还很少有晚上说的，
其实晚上说评书，搁过去来老北京来说呀、啊，还真是个习俗。过去我们那个晚上说书叫什么？叫灯板儿。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白天有日场，有白天场，晚上叫灯晚儿。为什么叫灯晚儿呢？过去那个照明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发达，说有 LED 啊，说开灯什么的。过去说书老先生那书馆那晚上长灯了，叫长灯以后再说书，那就是这儿点个灯，下边就不点了，那费电。你看老舍先生那茶馆，你看到第三幕的时候，王利发岁数大了，进来两个艺人，一个说评书的，一个唱戏的。那个说评书的问王利发，啊，说那掌柜的，您晚上还添不添评书？王利发怎么回答呀？不添了，不上座费电。过去对于这个剧场的经营方来说啊，这个挑费是最重要的。你点着灯，过去来说点这个灯，那油钱也是钱啊。你有了电灯以后，再开电那更是钱啊。所以过去晚上说呀，没有白天说呀收入高，而且晚上说现在观众您夜生活丰富了，过去晚上观众没有那么多夜生活，好多人到掌灯以后就睡觉了。晚上能来听说书的，那就是，真是说您得有钱，还得有闲。过去北京说说听说的，您得有钱还得有闲，有钱得有功夫，没钱没功夫听不了买卖，听不了玩意儿。我们这行也是听戏啊，楼下听戏更是。您记住，过去北京泡戏园子听戏的，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功夫。有钱的没功夫，有功夫没钱。凡是捧角最后捣乱的，您记住，就是又有钱又有功夫。这到今天也是。灯碗儿，那灯碗儿为什么一说好多啊？这个外部的观众他不了解呢，就是北京这个儿化音，灯碗儿，这就得放到后边儿。你这北京儿化音不能瞎加，好多这个外地观众到北京瞎加。我带一朋友上这个大栅栏遛弯，我想吃卤煮，我说卤煮是什么呀？我说卤煮啊，这个不能加儿化音。我说卤煮还爆肚可以加儿化音，你不能说吃炸酱面儿，对不对？好多人认为北京话是末尾就给加儿化音，这不是。好多北京话它这个儿化音加地儿都不一样，你看有的反而还得加头喽。你看咱吃那梨，吃那梨北京叫烟梨，它反而加中间，到天津反而加后边哑铃儿，天津加的后边。而且儿化音加的不同地儿它意思不一样。白面就是面粉，白面、哎、白面就是毒品，对不对？白菜，大白菜就是白菜，你不能说大白菜，但是小白菜就得加儿化音。所以这都是用语习惯，用语习惯这很有意思。就在北京就是啊，文化之都，它这好多民俗啊用语习惯很有意思。不说闲玩了啊，说咱这书啊，说咱这书啊，说咱这书我还得前面呢，咱得脱不了，真得脱不了。这个书啊，为什么我跟大伙解释一下，为什么宣了以后好长时间没说呢？说实话啊，我就是因为后来看整体的社会上的反应，我还是有我的顾虑。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导向，宣传导向不太好啊，我就怕包括黄牛炒料也是因为这个啊，说什么一说德云社呀、郭德纲啊，他这导向就往八卦上倒，你知道吗？哎呀，终于要说德云社的八卦啦！你现在这个陈年往事啊，那些个什么勾心斗角啊，终于可以说出来了。他是不应该这样，真的不应该这样。这个，而且我特别能明显的发现，打我说书以后啊，包括德云书馆好多，我们这些同仁开始干这行以后啊，好多年轻的观众啊都吸引进来了。这就是我觉得德云社为曲艺事业做的贡献。我不能说我们的业务水平有多高，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好多新观众吸入进来，
啊，新手进来以后可能不看我们，他通过了解我们又了解好多这个行业非常好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的功课，做的贡献。啊，这真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行 diss 德云社特别讨厌的。我后边就要说这个问题，知道吗？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吗？这，为什么前面再说两句什么呢？就说两句评书这个问题。因为好多年轻的观众，我发现还真是，接触德云社以后才接触好多曲艺的形式，包括评书。我觉得好多年轻的观众可能对评书的了解并不是那么详细，可能大家对评书的认识了解可能还是，啊，就是老先生说的一些东西啊，你包括这些老段子呀，《三国演义》啊，啊，《水浒传》啊，或者广播里听那些东西。不光是这一代观众，九零后、零零后的观众，你包括到我这一代的观众，八零后的观众，哪怕是七零后的观众，他对评书的认识基本也停留在改革开放以后那一批电视评书兴起以后，单田芳先生啊，然后刘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这一堆评书演员在电视上传播这些评书艺术。其实评书啊，各位远不是大家所认识的那样。为什么说评书这个东西难啊？我估计说刘汉臣师傅就说过，这东西全世界最不好干的就是说评书。你知识储备、个人的能力、专业素养、你的人生的格局、你对事情的看法都很重要。就关键人生格局，这是太重要了。你这个你自己好多事你得看得开，就跟我师傅说这儿，好多东西你得跳到这个事外边看这个事儿。你自己出去，因为两块钱停车费跟人还吵一架呢，你进屋跟人说三国，不可能啊。你胸怀胸襟你就不在了。评书全世界啊，现在社会上我觉得最危险的是什么呀？很多行业啊，最火的行业是什么呀？就是人工智能 AI 啊，人工智能很多行业最危险的就是警惕最后被人工智能取代。全世界所有行业被人工智能取代，说书的也取代了，唯独这个行业，您记住，是我这个大脑跟您这个大脑交流的过程。说的更严重一点，这跟交朋友搞对象一个意思，这完全是人格魅力，真是这样。所以说，就这样，所以说，你看我对来听书的观众永远有一个定位，永远有个定位。为什么说书我们不去大剧场呢？按说，其实要我来说，说书不应该关灯。我以前就说过，应该把场都开开。啊，其实关就关上无所谓，其实再开开，我的情绪应该是照顾到这个剧场每一个角落的人，照顾到每一个角落的人。你有一个人玩手机不听了，我心里都慌，真的就这样，这是就应该这样。那就不能去大剧场啊，我去大剧场我怎么说呀？我照顾不到啊。怎么定义书馆的观众？拿您各位当什么？我不拿各位当粉丝，我也没有粉丝，我也不喜欢粉丝跟偶像这个词儿。我不能拿您各位当粉丝，我也不能拿您各位当知音。为什么呢？不敢这么说，跟您各位没有熟到那个份上。您各位有学历高的，有知识广的，我不能说是您的知音。我也不敢拿您各位当观众，为什么呢？拿观众我觉得慢待您各位，所以说书啊真是拿各位当朋友。您是买票进来的，朋友之间我花您这个钱我就心安理得，对不对呢？您请我吃顿饭喝杯水，是咱过得着这个，对不对？咱过得着这个。所以说书真是拿观众当朋友，所以是朋友，咱就聊点朋友的话。说书是怎么来的？什么叫说书？这个必须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后边跟我这个书有很大的关系。之前我说书就说，我说书的都供祖师爷，各行各业都供祖师爷，下边唱戏的供唐明皇啊，这个木匠供鲁班，都有祖师爷。说书祖师爷谁啊？不，这个说法不一啊，有说孔子的，但是还有这个王早说的，就是周庄王啊，我们有说过基铎周庄王。周庄王怎么说的书呢？周庄王母亲病了，他在这个病榻前啊，给他母亲啊讲故事，到最后留下来周庄王能讲故事，能评论，最后成为这个行业的祖师爷。所以从这个原始的这个起源，你也能看出来，说书这个东西啊，就是跟您各位交心，而且拿观众当衣食父母，这是第一。再往后，
说书传完了，再有祖师爷，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柳敬亭，啊，可能观众有了解有知道的，这就进入大鼓书的时代了。那过去说书都是连说带唱，你看我师傅唱那个西河大鼓，他是连说带唱。大部分的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评书演员，也都是从鼓书这个艺术门类发展过来的。要不我们怎么叫西河大鼓这门户的呢？你看，包括刘兰芳啊先生啊、单田芳先生、田连元先生，都是西河鼓书这个门户。那为什么后来就不唱了呢？这鼓为什么就不唱了呢？这有原因的。这个两个原因，第一是呢，说这个东西啊，还是容易万人，就是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再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牵扯到一些历史上的事件，你比如国丧，皇上驾崩了。皇上驾崩以后，那就停止娱乐，你下边唱戏这个这就不能唱了，你再这么唱就满门抄斩了。说书的你打鼓啊，说书啊，这个响器你也不能动。所以逼着说书的艺人就改了完全那种诵说形式了。所以从这一点你也能看出来，说书这个行业啊，各位其实不算娱乐，说书不能算娱乐。他国丧期间还可以干，说明不算娱乐。再往后再发展，你到了唐宋时期。唐宋时期，宋朝以前，您记住，中国呀，我们是没有公共场所这个概念。西方人老说咱们东方人，尤其说中国人，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咱们东方人没有，中国人，咱们没有公共场所的概念。你看，凡是出去，你看大酒店，凡是公共汽车上那大声嚷嚷那个，这到国外一看，就咱们的同胞居多。这其实不赖咱们，是因为咱们历史上咱们没有公共场所的概念。因为中国人还是比较含蓄的，除了出家以外，跟彼此之间的接触很少。唯独有什么算公共场所？在宋朝以前，就是宗教场所，寺院。那是唯一那个时候中国存在的公共场所，所以你就看为什么大部分的男女之情的故事都发生在寺庙、大西夏。那老和尚为什么上那个？他为什么上普救寺跟他去勾的这过程啊？你包括水浒这高衙内调戏这个林娘子，也是在大相国寺。这为什么呢？只有在寺庙这种公共场所，大家才有人员密集互相接触的机会。所以那个时候青年男女说，要是有点眉来眼去啊，背着家里都去庙里，还降香啊，人多呀，摩肩接踵。这个，所以在那个时候有这种在公共场所说话的，基本都是宗教人士，和尚、老道。他以讲什么为主啊？就是佛经、佛法、宗教故事、道教故事。其实那也就是可以说是说书的一个雏形。其实说书没有那么复杂。我老说啊，我们这个传统艺术怎么着怎么着，这个最简单，就是当众说话。您记住，就是当众说话。到了宋朝，为什么后来发展了？咱们到了宋朝就有了勾栏瓦舍这个概念，就是有公共场所了。您去看《清明上河图》，看《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里有一个画面，就是在一个应该是个肉铺吧，可能是有一个人给一些人讲故事说话。宋朝就有开始说话这种形式，那个时候就开始分了，啊，有讲佛经佛法的，有讲历史的。啊，有讲鬼狐仙怪，有讲公案的，慢慢就有这些形式了。那个时候据说也有相声，但是这个没有具体考证了，也有两个人说这种形式。哎，打宋朝以后，到了元朝、明朝、清朝，这种说话的形式慢慢就开始开放了。开放以后就开始分门别类的有了各种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各种题材，公案类的、短打类的、神怪类的、人情类的，
其实这些题材您去看，跟现在我们的主流大众的娱乐形式，你就电影吧，跟电影的分类是完全一样。你开豆瓣，豆瓣电影你打开你看看，它那个电影分类都怎么分啊？你看什么战争、动作、武打、伦理、爱情、喜剧。其实你看这个袍带书就是战争，《三国演义》嘛，啊，隋唐演，袍带书就是战争。所谓的神怪书是什么呀？就惊悚啊，恐怖啊，就神怪书啊。短打书就是动作呀，枪战动作，对不对？人情书就是伦理、爱情、喜剧这类的。你看电影，你就能看出来什么样的题材电影不好拍，什么样的不好拍啊？其实反而是伦理人情的不好拍。越是小成本，越对剧本、剧情、表演、演员要求的成分非常大。所以你看所有的各大电影节最后能为大家能记住的一些经典作品，还是以伦理类的、爱情类的居多，它起码是这个主线。所以说书也如是，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说书也是说书啊，我们师父讲话，人情书最难说，人情书最难，人不好说，跟画画一样，画龙画虎难画虎啊，人是最不好说，因为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说的哪儿不对，您听着不像人了，您马上就不爱听。所以你看刘汉臣这个书就是嘛，我得站在观众的角度上，我得了解人，我还得了解女人。这个真是，这个是确实说书就是这难，不好来，不好来，真是不好来。到后来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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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你看到了明清，所以北京评书啊，您记住所说的北京评书真正有大范围的发展应该是到了清朝。为什么到清朝有发展了呢？就是因为有大批量的读过书的知识分子阶层进入了评书这个行业。那这个阶层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跟北京的旗人有关系。过去老北京你看说管说书的说哪个行业的人多呀？叫方字旁的多，旗呀，旗不是方字旁，是隐语，方字旁的，方字旁一般都是旗人、满人。为什么后来旗人、满人有学问的做这个的多呢？旗人、满人入关以后啊，他有铁掌庄稼，这个国家按年发俸，他就不学任何技能了。所以很多旗人到了清末民国时期就手无缚鸡之力了，那好多出去就饿死了。但是他占了一点的便宜了，他旗人家里有钱，他是念过书的。你说满清的皇室啊，你看旗人、没有字写的不好的，家里有人有私塾有教啊，所以他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所以那些人家里如果破败了以后呢，哎，他能干的行业可能往往就是说书这个行业。所以那个时代对说书这个行业是一个有很大的提升，因为有大批量知识分子进入这个行业。您记住每个行业它之所以能够兴盛，都是因为有大批量知识分子能进入这个行业，包括京剧。京剧在解放以后能大批量的兴盛，就是因为梅兰芳、周信芳这些个艺术家，他们和很多有文化的朋友交流座谈，给他们写这些戏词儿，写这些本子，很多本子不一样啊。你看《锁麟囊》，现在好多观众明白这个戏，《锁麟囊》这个本子，你一看跟过去的本子就不一样，这一看就是佛经的故事，大善大报，这是佛经的故事。你看《锁麟囊》那个词儿也不一样。这是翁果红先生写的，他不一样，他必然是文化人写的，跟没文化人写的东西他就是不一样。锁麟囊这个东西第一次到台湾演出，那个专门给台湾的佛教界人士专门做了一场演出，最后完了以后所有的这些个僧侣人士全场起立鼓掌，说这个故事比佛经的故事还要经典。大批量的有文化的人士进入这个行业，包括说相声也是嘛。那时候相声改进小组，这个解放以后，老舍先生给我们说相声提了很多的建议，我们汲取了很多的营养。说书那时候也是，而且说书到那个时候，他就有很多的规矩了，规矩就开始有了。
一开始露天，支张桌子，您下面听，这就说了。到后来就是有棚子，再往后就是你看有这种成型的剧场，观众买票进来。后来为什么说实话，你看北京的书馆后来为什么就慢慢就少了呢？你看好多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一些评书艺术的著名演员啊，你看哪儿的居多呀？其实都是东北居多。你看吧，田连元先生，包括单田芳先生、刘兰芳先生，中国有一大半的有名的评书演员都是关外的。这是为什么呢？这还是一方面原因，就是北京的观众啊，这可能我这说这话不是完全负责任啊，那个年代北京的观众不好骗，这是真的。我不是说东北的观众好骗啊，咱们不要曲解这个事儿，因为不像现在这个年代信息这么发达啊，没有这么多信息不对等的情况。那个年代北京作为天子脚下大邦之地，信息就是不对等，北京的观众见识就是高，所以说书的观众要能在北京说住了，那就太厉害了，那你的知识水平、你的见识，那你到外地那就平汤了。但是你要到外部了呢，你要到是东北到关外呢，你显然来说观众的文化素养、文化水平肯定比京城要稍微低一点，所以北京干评书更不好干。这个再发展评书它的这种剧场经营方式，我为什么这个前面又说这么一大堆呢？就是我想说这个卖票的问题，因为没有这个黄牛这个事儿，我也不说这些，真的说卖票的问题。评书啊，您记住各位，跟唱戏的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评书不能卖高价票。为什么呢？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过去十多年前我师爷金文生先生还在的时候，那时候在德云社小书馆演出，就因为票价的问题，就跟我们当时的剧场经营管理方就发生过争执。就是我师爷就认为票价定得太贵，怕观众接受不起、承受不起。评书那时候要求什么呀？就是要求我得坐满喽。过去没有现在观众这么热情，说有能耐的老先生在一个地儿说坐不满，那个小书馆坐不满。真正说评书的大艺术家，花能坐满喽，那已经是最大的能耐了。而且那时候主要的收入也不是卖票，那时候是卖茶水、卖这些瓜子儿，这些是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有就是什么？就是打赏，你知道吗？就是打赏。你看今天我要是一般说上下半场啊，过去书馆老先生怎么说呀？说一个钟头完了以后啊，甭管拴个扣子吧，我们这儿啪往这一拴，就开始要钱了。小伙子拿着那茶坊拿着一笸箩要钱，手还不能往上，这叫乞丐才这样的。往上这乞丐，我们得这么刁啊，这您赏的，这个不是我要的，这您赏的，要钱，那就没有君子不养艺人了，对不对？您给也是您，不给也是您，不给我不能上下面您兜里去拿去，对不对？这也跟现在主播是一样的。好多我们现在是不干了，你知道吗？不是不干了，真的。这要钱你也别想，这要钱得有师傅教，这不是说你现在主播那不是要钱，我有时候偶尔我也看过，你知道吧？哎呀妈，张哥来了，张哥谢谢您，李哥谢谢您，来我给您唱一唱。要钱都不会要，要钱得师傅教，您得会要，那有生意口，那不是说您坐着您给我来游艇来火箭那就完了，就那不是那么回事儿，要钱都不会要。那我们是不干，对不对？我们干比他挣得多。我穿一兔女郎，我坐那儿，我比这挣得多。但是从这点来说，其实啊，我不是说咱们说人家主播不好，主播这种形式其实跟说书是一样的，您记住，完全一样，只不过他换了一个新的一个传媒方式、传媒载体。
所以说我不是说人家 low， 一样，就说明这个东西简单，谁都可以干。自媒体时代，你跟家吃一东西，你也能说出，只要你能万来关注，无论你采取什么关注，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钱嘛，对不对？都会活着，你能要着钱，能要着钱就行。那就是最后你有没有艺术审美，你有没有艺术追求，你能不能把这门艺术再提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儿？哎，咱接着说这个票价的问题。说书不能卖包，高票价。我说着我生气，你知道吗？好，我这净给他们干了，我不能卖高票价。很明显的一点，你比如说今天这剧场，楼下陶阳唱戏，我楼上说书。陶阳唱戏要是卖100块钱一张票，举例子，陶阳唱戏如果卖100块钱一张票，我师傅要是郭德纲先生来，那如果卖500，观众认可，认可。但是要说书，我卖100块钱，按道理来说，我们先生来坐这儿也卖100块钱。为什么？各位，说书啊，说书我们卖的是收听率，卖的是收听率，不是卖的高票价。这是说书人的本能，我要的是传播度。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听，所以为什么说书这门艺术在80年代能够兴盛，它是广播传开的。大家你走哪儿都能听，您熟悉这个。要是卖收听率的话，听广播的话，其实就应该每个人您花的钱那就应该是一样的。那不能说这个观众听一段花100，那观众听1000，那没这个道理。所以说我再说一个现象，说书这个行业才是知识付费的鼻祖。我们是正经干知识付费出身，真的，我们是正经干知识付费出身。只不过现在同行业的人能力达不到，也不能说同行业人能力达不到，是因为经济发展以后，工业发展以后，社会分工细化了。您各位哪个行业的精英都有，说书的人一个脑子一张嘴做不到面面俱到，说把您每个行业的东西都能理解了，都能说了。不是，过去那个说书都什么人啊？拉车的、赶集的，文化水平居低，他有时候才要求去说书，才去听书。它是一个增长知识、增长见识的过程。有的文盲啊，那过去听说好多是文盲啊，他连书他都看不懂，他怎么看书啊？你要对欧洲历史有了解，欧洲历史你看啊，所有欧洲这些国家，甭管是法国、英国、西班牙，包括意大利，哪个国家基本民族史诗都会有，法国、西班牙都有，但哪个国家民族史诗少啊？就意大利这个国家民族史诗少。为什么？意大利这个国家在中世纪以后识字率高，这个国家的国民文化素质高，所以他没有需求去听你讲、听你说。就是新时代观众对说书这个行业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演员你得充实自己、充实大脑。我老说说书不是讲故事，好多打着就是教孩子说书啊，或者说书学的，那都不对。说书不是说我这儿给您背一个罐啊，怎么怎么咔咔背一个，我这做动作，那个孩子也能教。您来一孩子，我培训10年，他最漂亮，没问题。我师父老说说书脑子一定是脑子，所以说书艺人到今天这个年代要求是什么？他就不是一个储备量的问题了。说书艺人是要求一个知识构架的问题，它是一个知识构架。知识构架就是一个图书馆的问题，不是说你脑子里边装了多少本书，是来一个问题，你知道去哪儿找这本书。那这个要求就很高了，所以我说那句话，真有这个学问，干嘛人家说书啊？对不对呢？不能卖高票价，卖的收听率，知识付费啊！知识付费其实这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我特别赞同。那就搞得就很不好。现在我们应该干知识付费，你们知乎啊什么那是什么玩意儿？什么德云社最想嫁，这是知识吗？不是，我们也不是，这不是知识啊，这是。
知识啊，咱变成娱乐论坛了，咱这个。啊，这是哎，没办法，网络就是这样啊，网络现在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拿这个说一个书价，这个票价，所以这就是我也冲所有黄牛说的，你要是炒书馆的票价，可缺了德了，你真是不能这样，你这是违背我们的这个行业宗旨，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呢也跟观众啊，说一下，我们尽量改良这种方式，甭管以后我们是身份认证啊，我们是人脸识别啊，我们肯定会慢慢改变，尽量是我的愿望是能让所有想听的观众能听着。日后说真有一天在鸟巢说书，我也30块钱一张票，不是就这他不他这个是他这个形式就是这样，你知道吗？他就不能那么着干，这一个说书的问题。还有就是，哎呦，我这一个钟头了，我天！啊，咱就说咱这书啊，不说闲板，这就入书了啊。其实这都在书里边，这个书啊，也有说闲板的问题，都是闲板啊。那这个书就是闲板的书嘛，你对不对？那书就是个闲板的书啊。先说这个书的基调啊，这书要说的基调，很重要，很重要，各位。这个书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说这个书，我说完这个事儿以后，好多我的跟我不错的同行就劝我了。这个书说好了也挨骂，说不好也挨骂呀。说好了得罪同行，说不好得罪观众。你想去吧，对不对呢？谁会说这个书啊？说一个基调的问题。首先为什么我说这个书啊，先说一下我跟我师父的这个关系问题啊，关系问题。我到今天我也不怕丢人的说，我也是我师父的一个忠实观众啊。就是我之所以能拜我师父，是因为我跟这个领导人三观极合。我们德云社的领导人嘛，很重要啊，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参加工作多长时间，工作干到最后有一个三观契合的你的领导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跟我师父三观极合。我师父这人是个什么人啊？对，这个我还得说一个前面这个问题。这个说按道理来说啊，我们这行规矩很大，徒不言师，子不言父，这是规矩啊。我这个打我嘴里不能说郭德纲先生，这前面这仨字不能这么说，这得竖个嘴说。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到我们这行业，就是出去有时候跟朋友交际啊、交往啊，就很老有这种尴尬。你一块儿吃饭，这坐一朋友，这一介绍，这位是啊郭德纲先生的徒弟，谁谁谁谁。他这个人可能就不了解我们这行的规矩，他难免就坐在这儿，他就容易就说我师傅名字这仨字啊，竖个嘴说郭德纲长、郭德纲短。他这就不礼貌，你要这么说我就没法跟你在一块坐着。一旦有这种情况我就告假，有点事儿我就走了。包括现在好多年轻人也是啊，包括直呼父母的名字这都不行啊，你这个爹妈的名字怎么能挂在嘴里直接说呢，这不行啊。但我这个书呢就得提前竖个嘴说了，因为难免涉及人物啊，要进人物啊，第三人称叙述啊，他就难免要涉及我师父这名字，所以这就各位多多包涵啊。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说我跟我师父关系这个问题，